呢，争取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到了大冈山地区扫街。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高雄的三山之一，更是重要的地区。现场呢，也有不少的支持者看到了陈其迈之后，相当的兴奋，有人比出了爱心的手势，还有人大喊动算。另外呢，也有摊商啊，甚至直接跳上了摊位，就是要跟陈其迈合照。而在走完了冈山的市场之后，陈其迈也会前往燕巢跟桥头等地区，持续的车队扫街。在下午则会到楠梓区，这个马不停蹄的行程也希望再冲高自己的支持度。